启示，我们打开两脚和肩同宽，然后马步微微下蹲，两脚支撑，手掌放在丹田前面，拉开，两手分开，往上提，再微微往内咳，往下按，腿往下蹲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转这个方向，你可以从侧面看一下。一开始先把这个马步蹲好，和肩同宽，然后手放在丹田前面，好，两手分开，提起来，合，再往下按，好，手打开的时候，肩要松，可以看到我的手肩松，肘要沉，保护肋骨。再咳，手和脚微微往下沉，往下蹲。好，现在我转回来，再打一遍。好，马步要蹲好。好，手提起来。有一点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身体要挤起来，腿支撑有力。你看，两手一开，手要松活，微微旋转一下，咳，再往下按，好，拉，分开，一开一咳。一升一沉，阴阳太极，起势